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淄博我朋友的家里面。其实呢，这一次啊，我们出来玩，我们散心只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个大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狗子家族呢也有一个大聚会，因为到这个月月底，就是10月31号，果汁果粒的这几个娃们1岁生日啊。这呢是果肉，这个是果汁，这个是果粒，果汁果粒生了果肉、果仁、果酱、果冻。我们在这边约了果酱的领养人，从北京过来的，还有本地我朋友他们果冻的领养人，也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家里面。到时候来个狗子大聚会，看看果粒，你还认识不认识你的女儿、你的儿子？果汁，你对你女儿也要稳重啊，也要淡定啊，你个臭流氓！就是这次果仁他们没来，其他的狗子，我们5只狗子聚会。哎呀。我先给他们仨先来一个合照，一会儿再来个大合照，这仨都不好控制。坐下啊，坐好，坐好啊，坐下，坐好，坐好，坐下啊，坐下啊，拍照，拍照，三二一，来来，把果汁夹中间，好小一只。来，换个风向，来个 WiFi 信号。果粒粒，坐直，坐正，坐正。来，果汁，果肉。这是爸爸跟儿子保护着妈妈啊。对。哎，小果冻也来了！哎呦，哎呦呦呦！我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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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上上！哎，果汁，那是你儿子。是你儿子。果汁，你不是特别讨厌果冻吗？果汁，那是你最小的儿子。哎呀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！而且这是人家家里面，你这样合适吗？啊？对，闻一下，对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那是你儿子。哎，好，好好，有好。我们现在是在人家果冻的家里面，你还这么狂，你合适吗？你看，给老小果冻吓尿了，尿你一脚。啊，尿我一脚。哎呦，来，果肉，果肉，果肉都不理我。还我们果粒最乖，确实还是我们果粒最乖。那父子俩欺负他们小儿子呢，吓得尾巴都，哎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咬你儿子！咬你弟！果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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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果冻。哎呦，小果冻哈，呀，吓坏了哈。其实现在从第一眼看上去，果冻跟果肉真的很像。对，兄弟俩。这是亲兄弟，一个是老大，一个是老小。吓尿了，给吓尿了。嗯，这是他爸，这是他儿子。果酱不这样。好了，现在熟了，四只开始和谐相处了。完了，果粒你也咬，你就不合适了吧？这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哎呦妈呀，好重！你这不三个打人家一只不合适啊？你合适吗？就他俩啊，果粒，那是你的小儿子，你知道吧？果粒，你以后的养老还要靠人家呢。他们俩玩，他们俩同龄人嘛，大哥跟小弟。哎呀呀！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三只外来狗子欺负成这样，突然下地一下地就咬，果汁也咬，果粒也咬，没道理了就。你看还这还蓄势待发。其实他跟果肉玩的还可以，是吧？啊，两个同龄狗，就是他大哥跟他小弟一块玩的还可以，就他爸妈咋一点都不疼不爱呢？果酱也来了，果酱也来了。等一下，果酱也就到了，你就更惨了哈。哎呀，果酱也来了，5只狗子聚齐了。抱起来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不行，你过之，你过之太狂了。果冻好可怜呀，这是果冻的地盘啊。其实主要就是果汁跟果肉，果肉是想玩，果汁是真小呢。最瘦的那个，最瘦的这个就是
我们果汁果粒唯一的闺女，叫果酱，从北京来的。妈妈，妈妈，还得适应一下。果肉，淡定一点，那是你妹妹，那是你妹妹。我也不能录。果冻，那是你姐姐。完了，你姐也翻脸了。把果酱放桌子上，这下看你们还怎么干着急啊啊！现在看来很明显了，果肉最大，果冻第二，果粒第三，其实是果酱第四，那个臭不要脸的果汁第五。他爸爸是个头最小的，现在就差个小果仁儿。跟他们五只拍张照，但是他们五个没办法一起放在桌子上打架，太热闹了，只能我感觉只能抱起来拍，抱起来一人抱一个，一人抱一个，就放到一块儿就乱了，抱了。好好抱着拍，你抱果汁，抱果汁，哎，果汁小，快抱果汁，他抱不了这个，快，重了，快，把你的果粒抱着，那快点。快放果汁，果粒放中间。对，果汁果粒放中间。这是，坐好，老豆不要动啊！来，准备人撤。好，快，三二一，看这儿。全下来了。坐。太难了。都往后。拍照太难了，坐好啊，坐好。人撤啊，三二一，走。好。哎，果冻了，等等，热，看这儿。哎呦，哎，好。这个娃呢都比他要大好多，他最多的巅峰状态是6斤，而他现在最小的那个老二儿子都已经8斤多了，所以老感觉不是他亲生的。但是你要乖，别打了，他打没用。好了，到此结束，撤，脑仁都疼。一个是小娃小孩，一个是动物，哎呀，这太难控制了，这场面简直了就。